清空老和尚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修，大家好。阿弥陀佛。普智念佛堂建立到今年大概有8年。啊，是不是我80岁的时候建的？啊，这个因缘呢很殊胜。普智是从大势至菩萨这边来的。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这段话非常重要。我们知道啊，世尊当年在世教念佛法门只有3经一论，啊，那么到清朝末年，咸丰年间，魏默生居士把《普贤菩萨行愿品》合在3经。就变成4经，啊，4经一论。这个这做法很好，啊，为什么？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第2品就看到，德尊普贤，啊，由此可知，极乐世界修什么法门？修普贤菩萨法门，啊，完全落实普贤菩萨是大愿望，所以他跟华严关系非常密切，古大德称作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，华严经呢是大本无量寿经，啊，阿弥陀经是小本无量寿经，这个3个经的内容是一不是二。从清朝这200-300年，不但是净宗大德承认，啊，其他宗派啊，也都认为这个说法呢很恰当。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海贤老和尚的表法成就，啊，他表的法是什么法？确确实实是道道地地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的法门，啊，他是20岁出家，民国19年，我还没有出生，我是民国16年出生的，啊，19年出生。啊，他出家的时候我才4岁。啊，师父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。师父我相信是明心见性的菩萨，不是凡人。
啊，为什么他能认识海贤这个人？那时候20岁年轻人，具足善根，福德因缘啊，是真正的佛弟子，所以不教他其他的，只教一句阿弥陀佛，一直念下去，那就是表法的意思。啊，说明这一句佛号，你看看，我们从他的光碟，啊，从他这个永思集里面去看，他念到功夫成片，念到四意心不乱，念到理业心不乱，理业心不乱这个境界跟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平等，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也是同一个阶层，真的成佛了。他老人家有一句话，一生当中这一句话最重要，常常告诉人好好念佛，成佛是真的，念佛就成佛啊，在这个世间不能成佛，往生到极乐世界肯定成佛啊。那么海贤老和尚在我们这个世间成佛了，离业心就成佛啊。他的条件我们一般人没有啊，他有什么条件呢？老实听话正干啊，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，他102岁的时候，112岁往生，去年啊，去年正月往生的，给我们做了榜样啊，增长我们信心的啊。他这个92年所表发的，表给我们看的，第一个。西方极乐世界真有，第二个阿弥陀佛真有，48愿度众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，丝毫没有怀疑。如果用他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是佛传下来的，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这是佛陀教育的理念。一部经念到底，念到什么时候呢？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然后再广学多闻啊，那就很容易了，先求开悟后求广博啊，没有开悟没有办法广播，开悟之后啊，因为一切法不离自性，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现的，所以只要见了性了，一切法通通明白了。你看六祖坛经，法达禅师啊，他也是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读书千遍了。其意自见，他没有，还没有见性啊，但是他的确和《法华经》念了3000遍啊，没开悟啊，到开悟的边缘呢，去见六祖啊，六祖看他礼拜头没着地，起来的时候问他，你是不是有值得骄傲的地方啊，他很老实说出来了，我诵法华经3000部，这就是他骄傲的地方啊。六祖问他法华经讲什么，他说不出来，向六祖请教，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过，
六祖不认识字，当然没有去读经。你念给我听听，《法华经》28品，他只念到第2品《方便品》。六祖说：“行了，不必念了，我全知道了。一部经听几句就明白了，全都懂了。”把《法华大义》讲给他听，他开悟了，再拜头就着地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记住啊，四弘誓愿是我们修学指导原则。第一个，要发菩提心。什么是菩提心？众生无边誓愿度是菩提心，要发度众生的大愿。啊，发了这个愿之后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你不断烦恼，你没有办法学法门。一定要断烦恼，所以戒定慧三学啊，这是一切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修学的通道，没有例外的啊。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啊，戒是戒断烦恼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断了烦恼之后，大彻大悟，在法门无量誓愿学。烦恼没断，学无量法门呢，那就坏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开悟的门堵死了，你永远不会开悟。啊，所以最后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啊，你才能成就佛道，普度众生。那么我们今天知道烦恼习气很重，开不了啊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榜样，只要能往生就决定成佛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抓住两个度众生的大愿，断烦恼的坚定信心，持戒修定啊，断烦恼，求生净土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再学法门，再成佛道啊。四弘誓愿后面两愿到极乐世界去办，前面两愿现在要办，就能够决定得生。大势至菩萨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往生极乐世界的人现前见佛，是我们这个身体在活着在啊，不是死的以后。当来见佛，是我们到极乐世界见佛，在现在现前见佛至少三次啊。你功夫成片了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了，这就有感，自然就有感，阿弥陀佛就有因，阿弥陀佛会现身，你会见到佛，或在定中，或在梦中，佛会告诉你，你还有多长寿命，到你寿命到的时候，我来接引你往生。啊，这是第一次见佛。第二次见佛应该在往生之前3个月到1个月，来告诉你确切的日期，佛来接引你。啊，这第二次你知道哪天走，预知时至。第三次见佛是阿弥陀佛来接引，带你到极乐世界，这个都是现前见佛。啊，我们初祖远公大师4次见阿弥陀佛，海贤和尚寿命长啊，92年了，92年我估计他至少10次以上。真的不是假的，那我们要不信呢，那就太可惜了啊！他做给谁看的？做给我们看的，做给我看的。我们要直下承当啊！海贤和尚为谁表法？为我表法。我们对他有信心，照着他的方式去做，没有一个不见佛，没有一个不往生啊！所以他是修大势至菩萨，度舍六根
净念相继。啊，我们要朝着这条路，没有不成就的。啊，我今天这一次回到澳洲来，看了澳洲，大家学的都不错，特别是图文巴这个地方，十几个宗教都真正团结起来了，这太难得了。啊，我在这里一段时期跟他们见面，啊，我给他们鼓励，啊，我们宗教是一家，啊，修任何宗教，把修学的功德，临命终时求生净土，通通能往生，啊，不一定说一定要修佛法，基督教能不能往生？能，啊，伊斯兰能不能？能，通通都能，啊，这个道理我们懂啊，我们没有怀疑啊。啊，门门呢，只要转移，老和尚讲的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心不转。啊，转移就产生能量，这个能量跟佛就起感应道交。啊，那么我们在讲经当中常常提起，啊，希望大家用心地去听，好好念佛。啊，我就说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Oh.